姓名、单位。问你话呢？你不是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？我知道。你挺厉害呀、啊，你啊，你都敢挎着枪上夜总会的包厢睡觉去了？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带上钢盔，穿上防弹背心，上人床上睡去啊？你是个警察吗？你知不知道带枪出行执行任务的规矩？姓名？熊伟刚。单位？江平分局刑警队。职务？大队长，常见的徒弟。常队，这个我记吗？你少听他废话。你到夜总会干嘛去了？我是去执行任务。执行什么任务呀？我和你说不着。给他开单子，禁闭一天。师傅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开，告白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抢。你觉得一天不够是吧？好，行。我很荣幸，成为你们督察队第一个被关禁闭的警察。干嘛去？上厕所。你看那德行，跟着他。三三，哎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哎呦，傻丫头，睡不着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交男朋友了？没有。哎，嫂子，当初我哥怎么追你的？他什么时候追过我？是我追的他。真的？嗯。说。哎呀，我困了。赶紧睡吧，以后再说啊！现在说。好，我说，当年啊，我挤公共汽车，车上有个男的特讨厌，就这么站在我身后，一直盯着我。我当时都有点害怕了。他是不是不怀好意啊？有点。那后来呢？等车一到站，车门一开，那人踢溜秃噜就滚了下去。怎么回事？是被你哥一拳给打下去了。帅，整个一作了，英雄救美啊！哎，你哥这个人，眼睛里揉进一点沙子。为这事儿，他后来还受了个处分呢。那再后来呢？再后来我就嫁给他了呗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什么时候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挤回公共汽车了？傻丫头。睡觉了，吃得好睡得好，你还真想在这待一辈子啊？我还真有这想法。哎，你怎么打人呢？督察就可以对关禁闭的人动手啊？叫你吃饭。不吃。不吃是吧？不吃我还打你？你打好了。嘿，你还真打呀你？打你是轻的，堂堂的刑警大队长，你多丢人呢你！我丢人跟你什么关系啊？行，你干我！伟刚，昨天晚上我是在气头上，这话是说的有点过了，但是话糙理不糙。你可以想想，你是一个人民警察。而且还是个素质不错的警察，你说连你这样的人都不能自律的话，
那我们这些警察在老百姓眼里是个什么形象？啊？我是你师父，我不能给你惯着毛病。行，你先吃饭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人家葛梅，听说你好几天没认真吃饭了，专门跑饺子王给你买的，赶快趁热吃。我说你小子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向他示威还是跟我较劲？德行！吃饭。喂，马局长，儿子的事可办妥了啊。嗯，谢谢你了。儿子的事儿让你费心了，钱嘛我会还你的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。不过黄总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有些电话你最好不要打到我的办公室，打我的手机嘛。好，见面再说。再见。进来。向科长，关局不在。关局出去办点事儿，特意让我来等你。哎，走。走走走。关局这是不太想见我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你说哪儿去了？我们关键说啊，督察队是抓替我们抓队伍纪律的，我们请啊还请不到呢，哪敢善待你们呢？来来来，喝点水。你们关局这个态度转变挺快。哎，向科长，我听葛梅跟我说吗？哎，你们还是不太……啊，关局出去了，等会儿来啊。好，向科长，我听葛梅跟我说。山河红，你们还是不太想放是吧？山河红这个案子，实在是棘手。释放山河红的督察决定书，是经过梁局同意的。是啊，关局知道。关局说了，如果就这样放了山河红，他出来后不但要告警察，还要求行政赔偿。为了维护全局的利益出发，关局觉得不能这样轻率地放了山河红，因为他婆婆一口咬定，这钱。不是黄金领的，是他婆婆的私房钱。所以呢，这是你说的，还是关局说的？这都是关局的原话，不信你可以去问他。检察院不是已经退卷了吗？那为什么你们还一再要坚持过去的说法呢？他们是退卷了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补充侦查呀，对吧？黄金鼎是省政协委员、知名企业家。你说，如果这样放了山河红，他能善罢甘休吗？单科红不是政协委员，不是知名企业家，所以他就必须留在审讯室里。你们是这么想的，是吗？关局没说不放，只是想让他办理取保候审，知道吗？问题是你们既然已经知道自己的案子办错了，为什么还给人家留个尾巴攥在自己手里呢？常大队，你不当家不知道当家的难处啊。我们关局说，我们江平分局1000多名干警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孩子要上学，老婆又下岗。吃喝拉撒睡他都得管，可局里又没钱，他当那个局长容易吗？要是就这样放了单科红，他出来后不但要告分局，还要求分局经济赔偿，这笔钱谁拿？再说了，这也是为了维护警察队伍的整体形象啊！你们这说法简直太可笑了！哎，你们这么做叫维护警察形象啊？这分明是在损害警察形象，你知道吗？你别朝我发火。这都是关局说的，
去，你告诉我们官局，我今天必须见到他，我不见他我不走。好，那你们在这等着，我走。好，向科长，时间也不早了，麻烦你给我们打两份饭，我们就在这儿。我还真饿了。丁哥，区检察院已经把单科红的卷宗退回来了，说不同意逮捕单科红。单科红在里面放出风来说，他出来后不但要告我，还要求国家行政赔偿。你说要不放他吧，督察都有不干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说。啊，你不相信整不了这个臭娘们儿。东平，你放心。分局有关局长给你扛着呢。哎呀，他能扛什么？你太不了解他这人了，他是遇到点事儿啊，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。这不早上还跟我说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自己的梦自己圆啊。哎，他好像不是这种人吧？哎，我太熟悉他了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如果不看在我岳父的面子上，他早就把我给踹了。哎，丁哥。我跟你说这话，你不能告诉他，他小心眼儿。东平啊，啊，上面有你老岳父给你罩着，你怕什么呀？官局也得听陈书记的呀。官局还好说，关键是常建，督察队的决定书已经下来了，要是不放了单科红，我这个芝麻大的官，我扛不住啊。那好，单科红的事你不要管了，我另有办法。哎，以后有什么事咱们就到这儿来，手机我信不过。梁局，刚才陈书记给我打了电话，说黄金鼎刚刚给咱们市局捐了四辆汽车，单科红这个案子是不是给人点面子？我们不能拿法律做交易，如果他捐车是为了换取我们公安某些特种关照的话，我们宁愿不要他的车。这个呢，我知道，不过陈书记那儿我怎么回话呢？按我们的处理意见。如实的向陈书记汇报。梁局，我的意见是，既然陈书记已经发话，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他。单科红先办去保护审吧。啊。你。啊。啊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接着说，他以什么样的形式出来，这个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呢，江平分局在处理单科红这个案子上确实存在着违法和违规的现象，作为江平分局的一把手关雪峰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应该受到严肃的处理。这个办案人向东平也应该调离，这样陈书记那儿我们也好交代，这个单科红那儿也不会有什么意见，你说是吧？我同意你的意见，云山。嗯，鉴于江平分局最近连续发生案子，我看关雪峰已经不适合在那里工作了。嗯，江平分局的局长位置你先兼一下。你从江平出来的，对那里熟，工作不至于脱节。你先兼着，等有合适的人选，我再把你换下来。既然你已经发话了，那我就干吧。不过这个市局的副局长兼分局的局长，这种先例以前好像还没有啊。咱们这也是为了工作。丁朝的案子、红旗的案子都发生在江平，你负责刑侦，到了那儿可以增加侦破的领导力度。好吧，我一定把江平分局的工作干出个彩来，争取早日拿下这两个大案。说是兼，你工作的重点暂时要放在江平。
哎，梁局，嗯，你说这个向东平怎么安排？叫他下去，再待在机关里，这个人非毁了不可。梁局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让他去金鹏派出所。金鹏派出所原来那个所长刘毅啊，刚刚办了退休，正好缺个所长。让他到那儿当所长啊，我看有些不妥。机关的一个科长去当派出所所长，明着是平调，实际他就是降职啊。如果降的太多了，陈书记那儿我们也不好交代。我的意思是，让他到金盆派出所不合适，那是个先进派出所。你看这个向东平平时在机关里散漫惯了，到那儿正好啊，让他锻炼锻炼，对他有好处。你看陈书记是咱们的老领导了，他把向东平交给咱们，咱们总得负点责任。好吧，下午咱们开个会，再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好，那我走了。你也来了，你还好意思管我叫妈？柯红就是有一千个错，你也不应该把你媳妇送去监狱，你还有良心？妈，我就想教训她一下，她太任性了。您说啊，我急着要用那笔钱，她却拿着这笔钱到海南去玩去了，没心没肺。你不打她，她能跑吗？我根本就没打她，她在找借口。红花，爸爸看看，爸爸可一个多月没见你了，怎么样？最近学习？跟你妈一样，白眼狼。谢谢了，赶紧上车回家吧！啊，山红，那个家我永远不要回去了。你真的不想跟我过了？从你把我送进看守所那天起，我就下决心要和你离婚。山红，你不要把话说绝了。等着瞧吧，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起草离婚协议书。好，小红，跟爸爸回家。妈，走，起来。回来干嘛去？张局吗？我说办公室那个李主任是不是应该给他换个位置？好，不为什么，让他下去锻炼锻炼。
把酒都倒上，倒上，来，刘所，嗯，从年龄上来讲，其实你跟我爸岁数都差不多了，我应该管您叫爹。虽然说您是我们的领导，但是其实我们也是您的孩子。您明天就要离开我们金鹏派出所了，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几句，哪怕是骂几句呢？说了我啊，没当警察以前啊，有一次我一个人喝了一斤二锅头。真的？啊！有那么多吗？看不出来。可是啊，自从穿了这身警服啊，就不喝了。哎，不是不想喝呀，不敢喝了。你说你今天喝二两，明天喝半斤，酒中人喝多了以后他要误事的，啊，弄不好还要闹事儿、坏事儿。可是今天呢，是我当警察以来第一次喝酒，也是最后一次喝酒了。喝多点儿，话说过头点儿，大家伙也不会怪我这老头子。那是。我明天就回家了，啊，就和这身警服说再见了，和弟兄们说再见了，来喝酒。弟兄们跟着我吃了不少苦，遭了不少罪，咱不说别的吧，啊，就说一样，咱所里就没搞过福利啊，对吧？没分过大鱼大肉，咱穷的连个饮水机都买不起。同志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的，连家属都跟着咱们受累。其实你说，我不想给大家搞点福利，我想。可是，咱所里没有钱呐。我们同志说，那为什么人家有的派出所有钱呢？他那个钱是怎么来的？我知道。可是咱们不能那么做，懂不懂？刘所，您喝点茶吧。好。您知道吗，刘所，这么多年我们大伙儿跟您一起干有两苦，一是辛苦，二是清苦。可是我们大伙儿从来没有一句怨言，您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大伙儿跟您一起干，干得踏实，心里就快乐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。刘所，你放心，就是你退了，我们还照着你在的时候一样干。好。哎呀，可是也有的同志劝我啊，说。咱们跟着刘所干呢，挣了不少的奖状、奖章、荣誉，也值啊。我今天跟大家说句心里话，说句心里话啊，我刘毅不在意这些，我在意什么？我在意我明天走出派出所大门的时候，老百姓不在后边戳我的脊梁骨。咱们违警一方。那你就得护民一方，你不能扰民啊，你不能把老百姓的钱往自己口袋里边装，那是人民警察吗？那是土匪。马局手气今天不错啊，接着呢。我今天是完了，被套路。哎，先到这儿啊，现在就到这儿。哎，马局军，怎么走了呢？再打两圈啊？就是，急着回家呀。哎呀，我家的情况有点特殊啊，你不太了解啊。再见了，马局。哎，马局真是个好丈夫吧？马局，你不是五好就是六好吗？
马姐，哎，等等，哎呀，今天马局的手机刚刚是东平老点炮，再打两圈了，我看马局一定能胡一个大的。哎，咱们说打两圈就打两圈嘛。啊，我老婆一个人在家，她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啊。您今天赢了这么多，丽丽，给钱。哎哎哎，咱可说好了，只打不赌，只打不赌的啊。那马局，这是你今天赢的钱，收下。不不不，收下，不行不行，马局，那哎，我先把您看。好了好了，马局说不要就算了，共产党的干部不好当。共产党警察干部可不好当呢。好了，再见。哎，走吧，大哥。老板，帮我们这桌账结一下吧。哎，好的。多少钱？哟，真不好意思，老板。我把钱包忘带了，我明天一大早送来行不行？今天你请客？也不是，我们老所长明天就要退休了，今天大伙儿一块儿请他，我就下来结账。既然结账，怎么不带钱呢？不是，我们不是有规定吗？就是出来吃饭不让穿警服，我钱包在警服里放着呢，这不刚才嚷嚷着他匆忙就忘带了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那警官证在这儿呢，我把我的警官证压到这儿。明天早上我肯定把钱送过来，行吗？警官证就算了吧。不行，我还压到这儿吧，要这儿我踏实呀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，你放心，肯定送过来。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又迟到了？啊，是老师，我迟到了。快坐好。张华，不要做小动作。哎，我说，咱快坐好。好。大家跟我念：慈母手中线。慈母手中线。游子身上衣。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一恐迟迟归。李老师，我接个电话。快去。慈母手中线。喂，哪位啊？是马宇航家吗？是啊，您是？你是马宇航的什么人？我是他父亲。您哪位啊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儿子把我弟弟撞残废了。我不是已经托我一个朋友前去处理了吗？哦，你十万块钱算，你知不知道我弟弟这一辈子要花多少钱啊？我知道你是局长，局长也不能这么霸道。刚才是你媳妇吧？她在电话里骂人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们可以商量。你听好了，再给我送20万，不然我就告你，告你儿子无证驾驶，让他负法律责任。哎，我这你听，喂。游子身上衣，哎呀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临行密密缝，邻居们都睡了。苏婷，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行不行？我说邻居们睡。哎呀，苏婷你，我的孩子怎么能？哎呀，不，孩子我救出来了，我的孩子，孩子我救出来了，我的孩子，我救出来了，你放我的孩子，我救出来了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进来怎么？
么也不说一声呢？点点，你别说，这黄总还真是有钱，又给这么多呀。哎，老规矩啊，给我死去的兄弟记一半。哎，我说你的警察兄弟都死了，都死了快三年了，你还想管他一辈子啊？我是管他一辈子，我不管谁管呀？啊，那天要是早去，他们能死吗？我又不是说不管，他也用不了这么多呀。屁话！你他们值多少钱？啊，多少钱也买不回来，知道吗？刘玲，他们是为我死的，也是因为你。如果那天躺下的是我，你咋办？啊？我挣钱不光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的兄弟。你听着，刘玲，你要少记一分钱，我跟你没完。好了好了，你上去歇着吧，我一定给他记，一分钱也不会少。胡淑仪，你干的好事！我干什么事情了？我问你，我儿子的事情，你到底怎么处理的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岳山的朋友给了10万块钱，把事情摆平了，被撞的人家不告了。什么不告？人家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去了，问我老婆要20万块钱，我老婆她一听一急，她有病了。我说你要干什么？我找人把你儿子的事彻底的摆平。要你不要再玩道上的事了，这样会越闹越大的。怎么会呢？我现在是著名的企业家，他不就要钱吗？我亲自给他送去20万，把事情彻底的摆平。如果再出什么问题，绿江市就再也不会有黄金鼎这个名字了。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但是请你记住，你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，咱们要荣辱与共，患难与共。进来。您就是领导啊？是。你们警察吃饭不给钱这事儿，你们管不管？管，只要你有证据就行。说说怎么回事？我是小冬天饭店的老板，昨天金盆派出所的副所长张小军在我们那儿吃了一大桌子酒席，一分钱都没给，扔下个警官证就走了。这样吧，这事情呢，我们调查一下，然后尽快答复你，行吗？来，警官同志，先喝杯水吧。哎呦，我不喝了，我怕咱们几点了，你老板啥时候回来呀？应该快了吧？您先别着急，先喝水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们所里现在还有急事儿呢，要不然把钱先给你。哎，这可不行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从来不让我们收钱的。哎呦，那你再给他打个电话吧。我打过了，他没开机。真是，今天这事儿真的是怪我。哎，我们老板回来了啊！哎，小弟啊，哎呦，老板，快送。哎呦，老板你可回来了，你看我一直等着给您送钱来了，这是350块钱。然后呢，我再多交您10块钱，就算赔偿对您的损失了。你点点。哦，不不不，这哎，算我请客了，算我请客了啊！就算我请客了，老板，你还是把钱收下，然后你把那警官证给我，我得赶回所里。今天我们送老所长走呢。哎呦，你赶紧把我的警官证给我吧，我去晚了来不及了。
真对不起，我以为我把你的警官证送督察大队那儿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会赖你的账？我跟你说，老板，我张小军从来就不做那种缺德的事儿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这钱我不要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说。这么热闹，于老所长啊，退休了，就给他送行的。好。感谢大家啊！哎，非常的感谢。哎，老少爷们儿，我在这个派出所工作了20年了，我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的，大概也不下上千件了。哎，这其中难免个别的会有什么偏差。如果是谁受了什么委屈，我今天在这儿向他道歉了。刘所长，这是你们派出所还给我的修车钱，今天我就把它捐出来，就算是给大家的午餐费吧。哎，不行！哎，这个钱呢，我们不能收的，啊，欠你钱欠了这么长时间，我还觉得对不住你呢，这不能收，不能收。刘所长，啊，我刚接这个修车厂，对派出所也不太了解，警察的工作。还真是不容易哈。是啊，是。以后啊，你们的车要是坏了，还到我那儿去修，免费。好，不，免费就不用了。你呀，能给我们个优惠就行啊。哎，老少爷们，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咱们的新所长向东平同志啊。今后大家伙儿是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找他就行啊。好。我希望大家今后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来找我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。我一定向老所长学习，继续发扬我们金盆派出所的优良传统。好。向东平怎么在这儿当所长呢？不知道，这是江平分局搞的什么名堂？既然大伙都来了，干脆进来喝杯茶吧。好，来，进来，谢谢老吴。来，好，让进。哎，张副组长。哎呦，常大队长呀，怎么没进来吧？干嘛去了这是？哎呀，你看我这着急的，我刚到餐厅还钱去了。那女老板说她拿着我的警官证把我告到督察队了，我把钱还了，还开张发票。你看，那女老板说她对咱们警察一直就有成见。这次正好借这件事情报复一下咱们警察，不过我本身也有问题，对我来说也是教训，不该随便把警官证押给别人。那就吸取这个教训吧，回头还是要写个检查，方便的时候叫到督察队来。记着，咱们这些做警察的，心里要时时想着老百姓，要为他们做好事，做实事，只有这样。人老百姓才能信任他们，对不对？对，放心吧，马队。只要你们派出所的工作做上去了，咱们警察形象在群众当中也就提高了。是，走吧。好。晨，从
长街走过，注视着庄重的青砖，影儿在哪？母亲的怀中熟睡，只有我们清啼的目雪。